每天上传影片的阿妈。好悲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梁雷，我是阿妈。好正，九十天了，大家要悄悄来看。阿妈，你想翕九十天，敢会使？会啦，那也未使。你敢会心疼哈？会啦。没吼，你听我讲哦吼，随时就都买得。养鸡走店了。什么养鸡？养鸡走，现在拢养鸡走店来要我念。无啦，我是讲，还是你九十天内底收听内生休困啦。吼，安尼。就是养鸡来休困。人养鸡走，现在拢我咧讲。家拢最关心你诶。哟，啊，大家你好哟，关心妈妈哟，谢谢。那今迄只影片要甲大家讲，挑战每天晚上八点半上传影片。哦，啊，大家爱悄悄来看，歹看就影啦，阿妈不要做。我认真真。好啦。我们如果九十天上传影片成功的话，阿妈你得做一件衫给家己。久无做，拢爱袂记哩，你知哟。阿妈，你就是那一个电视。我那电视阿妈用笑死，讲起来阿妈都乐。这电视，咱有拍 YouTube， 跟咱有点报纸呢。你莫遐惊啦，从台湾再晓你啊。四月五号呢，阿妈跟这个电视台有39,891个人在订。咱的另外一个挑战就是九十天内底看咱遐影片的订阅人数有超过15,000人。人数超过10,000人，阿妈你就养一个人做一个背包，阿久啊做了歹歹，做了歹歹袂使嫌哦，阿妈足认真啊哦。爱记哩来看，歹看无晓，好看啊！大家拢串串来看哦，足好，大家欢喜有一天哦。点这里订阅我们呢，大家悄悄来看哦，谢谢。